那么下面呢，咱就继续讲啊，同学们。咱们刚刚不是给大家画了个图，说明白了 IP 以及端口整个通信过程当中的一个用处，这个没错吧，同学们？那么这个 IP 啊，那会儿的时候，咱又介绍了介绍 IP 分为什么 IPv4、IPv6、IPv4 里边又分为什么啊好几种种类，对吧？那么同理呢，端口呀，也不是说你这个值呀随便叫的，比如说你叫4455，你叫8080，你叫7788，随便叫是能行的吗？啊，这可不见得。那么接下来你看一下所谓的这个端口。这个号它到底能有哪些？说到这个地方，同学们啊，在这个图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是不是在这个图当中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进程啊？这个端口号，咱们为了更好的去理解，咱们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同学们，咱们原来来咱们这个上海校区学习的时候，咱们是首先你来之前啊，那个上海什么这个是上海什么浦东新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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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请问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咱们的 IP 地址啊？我到了这个学校门口之后，坏了。还有这么多楼，我去哪一个楼呢？有这么多房间，我去哪一个房间呢？请问同学们，你没发现？接下来咱们就相当于通过这个，咱们教室是213是吧？通过213是不是能够区分出来？哦，原来咱们是不是来这个房间上课，没错吧？那么所谓的这个端口啊，其实直白来讲，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通道来进行和这个程序之间进行一个数据的沟通的。你就把端口想象成咱们教室的门，啊，把这个端口想象成咱们教室这个门就行了。你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咱们教室？是因为你走的是这个门。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门都是一模一样的门？我怎么知道走这个门而不走隔壁的门呢？是因为咱们门前面是不是没牌号啊？其实也就是说，端口是一个特殊的通信一种通道。那么端口号呢，就是来标记这个通道的那个值。所以说，咱们最关心的是那个值，而不是关心的这个通道。因为通道的操作系统早就都实现了的。那么在这个图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叫做进程、进程、线程、携程。是咱们后面要讲解多任务的三种方式，啊，携程不是那个携程啦，不是那个什么说走就走那个了，不是那个了，是那个对和谐的和协，然后协作的那个协啊。那么这个进程呢，简单来说，我只是说一点，因为咱们还没有讲，一个程序没有运行之前叫程序，只要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就叫进程。我一打个比方，咱们这个就告一段落，我只是说这个词语。在 Windows 当中，大家应该知道，在任务栏在最下方的任务栏里边，是不是有个任务管理器啊？我点开任务管理器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进程啊？看我鼠标，对吧？它为什么不说程序啊？为什么说是进程呢？简单理解，进程是运行起来的程序。那么我运行起来的 FQ 有吗？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叫 FQ？是不是叫点儿？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ELE 啊？我接下来我右击结束进程，确定吗？确定。你看看这个 FQ 是不是立马就死了吧？所以说呢，咱们刚刚看到里边这里边这个词啊，其实就是和你运行的一个程序是对应的。好了啊，这个地方你简单理解，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词语啊，这个进程啊，这个进程就是运行起来的程序之间的啊，运行起来的程序，咱们称之为程序啊，称之为进程。那么咱们所说的这个网络，其实直白一点讲，同学们，其实就是你电脑上的一个程序和另外一个电脑的程序的通信，对吧？又因为在通信的过程当中，你的程序一定是运行起来的哟，所以说咱们就认为网络的功能呀，实际上就是让你的电脑上的进程和另外一个电脑上的进程之间通信，啊，就是数据共享，啊，数据共享。好了，这个了解，后面咱们想讲啊。那么咱们先说端口啊，接下来咱们说端口，端口就是一种特殊的通道。那么这个端口号是接下来咱们的重点啊。端口号呢，它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知名端口啊，也叫做 well known ports 啊。那么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知名，是吧？知名啥意思呢？知名企业，你总知道吧？啊，比较出名的企业，像百度呀、BAT 这些公司都是比较出名的啊。知名企业，知名端口是什么呢？大家都默认使用的某个端口。就打个比方，遇到小偷了，打110。遇到着火了，打119，是吧？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了，比方说谁生病了，打120。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你再打，而是上来就拨呢？怎么？为什么？啊，对，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小孩子现在上学的时候都讲了嘛。所以说，什么叫知名端口呢？还是那样的值，只不过这些值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你用浏览器去访问网站。请问你用浏览器访问网站，是不是你的电脑的程序和那个网站上的程序之间是不是数据通信了吗？你从来没有关心过那个网站，它用的这个端口是谁？我告诉你，默认80端口。FTP，咱们那天说了，是不是可以通过 FTP，我可以把一个文件从乌班图上上传下来，是不是可以实现了吗？
他用的端口21端口啊，像这些都是出名端口。那么找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哪一些里边，就是哪一个范围里边的值称之为知名端口，小于1024的称为知名端口。言外之意啊，大于1024的随便用，小于1024的啊不能随便用，这么说理解吧。啊，像80用来干什么的，21用来干什么的，22用来干什么的，都有特殊的功能啊，69啊都有。大于1024的随便用，你爱怎么的怎么的，因此3456啊啊4567啊890啊这都行。那么端口它的最大的这个范围它是多少呢？从0啊，从0一直到65535啊，从0一直到65535。那么简而言之，咱们刚刚说了知名端口号是不是在这个哪个范围了，懂吗？知名端口号在是不是在这个小于1024之间了吧？对，那么包括1024开启的这个范围就是你能随便用的，注意听啊，最大值65535不能再大了。那有人说，东哥，我的电脑上要是运行了7万个网络程序，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端口号不够啊？是不够，但是我要问你，你的电脑是能跑7万个网络程序啊？那有人说，东哥，我就是愿意跑。你就应该跑不起来，这活该，这没什么问题啊。真正的服务器上就跑2个跑3个这就算多的了，你懂吧？比方说腾讯的服务器里边，一个电脑我告诉你，什么 QQ 啊微都不装，就装那些特殊功能的程序，其他都不装了，就装那几个。所以说呢，给你留了6万多个足够用，懂吗？啊，别给自己挖坑，我就运行8万个，你咋不运行80万个呢？啊，那就这意思啊。所谓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咱们称之为动态端口，也就是说，动态端口是我随机用，我想用谁用谁，能理解我想说的意思了？在这个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点当中，端口号是用来标记一个程序的，一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咱就称之为进程。那么这个端口号大体分为两大类，小于1024的，咱们称之为知名端口号，不能随便用。但是我铁了心要用，不是说不行，行啊，行。那么另外一种咱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常用的端口呢，就是什么呢？1024以后的啊，这个是一般是它。好了，这个呢，我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下端口号它的一个划分。